好，当时要紧紧让他们杜丢哈，不然你也有这个问题。哦，我的问题也蛮大的啦。其实我是本省人，那我嫁进夫家的时候，我但你小孩都大了哈，不吃奶了哈。不吃奶，尽量讲，没有盐的问题，而且也不往来了，所以我有。家都不往来了，就是跟妯娌当时还有妯娌没有往来了。那我嫁进去的时候，我那个妯娌也已经嫁进门了。那嫁进门的时候，因为我他们嫁跟娶的通通是外省人，那我是本省人，我公公是湖北人，我婆婆是四川人，他那个乡音很重，所以有时候我们想说哇，公公婆婆在那边，我们也是啊，旁边假装说啊，我们很想融入你们，对，可是往往就是听阿伯啦，听阿伯。比如说他，你去给我拿个耙子，耙子是什么东西，我也搞不清楚。他在厨房，盘子啊，盘子，快快快快，我们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我以为他要我拿筷子啊，那又错了。可是我公公蛮好的，我公公他会觉得说，哎。蛮好玩的，可是婆婆有时候忙起来的时候，我婆婆人很好，可是她性子比较急，四川女生就比较呛辣一点。对，那我嫁进去的时候也很蛮不幸的，因为我妯娌在元月份的时候就生了一个儿子。那我这叫不幸啊！哇，压力到了嘛，压力很大了。对，生儿生女倒是其次，但是她生的时候，我刚好五月份的时候我去验是女的，就是私家。那时候我们有时候看到人家，我们有生过小孩，我们看到有小孩，我们哇好想看一下人家小 baby， 他竟然跟我回了一句，哦你不要摸我的小孩，这样子。我认为说为什么不能摸，他说因为摸了有长者讲说孕妇不能乱摸人家小孩会受惊，那时候我就很惶恐，是有这么恐怖吗？孕妇都不像个人吗？那后来心结就渐渐的，那我就渐渐不敢去靠近他的小孩。那到了我生，你多大？哈？一生了还囡仔多大？那时候五个月，五个月还不能摸。他说不能看，也不能摸。那你干嘛？你也工作怎样生出来？吼，给细菌啊，是上面。没有，因为我们想看。他说哦，不行，我们的习俗是说孕妇不能靠近 baby， 尊重啊，尊重他的习俗就好了嘛。好，我们就尊重他。那尊重他之后，有时候家人就会觉得说奇怪，你为什么嫁进我们家门？那你唯独就是跟妯娌那种会有距离，因为我不大敢靠近他，因为他抱着小孩嘛。那后来又更不幸的是，他生了第二胎，我又怀了第二胎，结果他生儿子，你又是女的，我又是生女的，死掉了。结果那糟糕了，我们在家里的地位，其实我公公婆婆倒是不会啦，但是我们心结，说实在，我们一定会有蛮自卑的。可是又是你本省人，那他们聚会就是打牌，你什么都不会，我真的觉得在家里一点。就融不进去，对，都没有办法融入他们。那连打牌都不会的话，然后又连生两个女儿，那有时候会跟先生埋怨说啊，老公怎么样？他说你想太多。其实他那句想太多，真的是把我打倒了。我觉得先生，你如果说体贴的话，你就说没关系，我支持你，不理他们，我们夫妻好就好。可是我先生他不会讲这种话，那时候我就有点埋怨的。后来我认为我的日子是如果悲观，你想太多，是讲你唔捌代志。很多，它包括的含义是很多，它是用比较不屑啊，你想太多了。他如果说，哎，你想太多，我们还不会这样子。对对。所以那一阵子，说实在，伯母跟妯娌的心结就有一点了。那有时候就是说，像假日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的儿子会打我的女儿。那来了，我们在厨房帮忙，那当然是女孩子被打得比较狠啊。那我们在厨房很紧张的时候，就听到我两个女儿在那边哇哇叫，你到底是要过得如火，还是要去看小孩呢？后来我就跟教我女儿，只要她靠近你，你就叫。只要他靠近你就叫，你就叫。堂哥靠近堂妹就要叫，叫像对像警报器是吧？对，因为这样子至少哎，你会引起人家的注意，他也不敢攻击你。那当然那是小时候的时候了，那长大的时候感情还蛮不错。就是说还有一次让我比较生气的时候，就是说像我公公婆婆，我婆婆在厨房煮饭的时候，
其实那种我觉得大伯母的压力包袱也压得我蛮沉重的、嗯、那我们都会进去厨房帮忙，那有时候我妯娌一来就是拿着牌子来来来来，一缺三一缺三、嗯、就喊一缺三，所有人一缺三缺一哦，是一缺三缺一对，一缺三要找三咖、哦、对，他一坐下来就是要打牌、哦、那你说所有家人你要料理小孩啦、嗯、还有准备要用餐的事情，他就在那边叫嚣，那叫嚣之后，当然我老公无聊就会过去打牌，那就二缺二啊，然后再叫一个就不是三缺一啦。嗯，那我后来到如果人手不够，婆婆也去了，因为我们要煮饭呢、啊。好，那其实大部分他打牌你煮饭哦。哦，大部分是我婆婆整理好，我下去下锅啦、嗯。我婆婆也人很好，嗯、但是吃完的时候要上号的时候，嗯，还有在那边剔牙。真的，我不夸张，他剔牙。然后有时候我婆婆就会看得蛮难过，就是说，哎，某某人你怎么不进去？啊，然后他就会走到我旁边，你比较会演，嗯，你比较会演啊，你好会演，嗯，你好会演。那、嗯、那时候我就很生气。到后来有一次，他就讲得更严重，就是说。我婆婆又跟她讲，她就说厨房那么小，三个女人屁股在那边摸来摸去有什么好，你要怎么办，你说她是率性吗，她也很真，她也不用，她也不会在背后耍小聪明，她没有拐弯抹角，她没有拐弯嘛，直接呛着来的，她就跟我婆婆跟我公公跟我先生讲，我就是大辣辣、嗯、那你也奈何不了她、嗯、那像这种情形，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，我昨天听到一个朋友，他是跟我讲啊，你不要比较，也不要计较，那你的人生就会豁达啊。在这来接到这个通告之前，我就在想说，我应该要怎么讲。我听了他这一套话之后，哎，我觉得就是说我太慢认识这个朋友了。那你不要比较，你也不要计较的时候，我人生也比较豁达。那在这种当中的时候，像送礼的问题啦，先生的学历，时常他就会拿出来，有时无时的就会攻击我一下。那我从那次之后，我觉得就是说，小叔学历比较高，没有，小叔学历比较低一点点，也没有，他在中国上展场也不错。这有什么好攻击的？他觉得我先生书念比较多，法官嘛。哎，我现在是检察官了，那他就会觉得就说，那就办他、啊，对，办他，清官能办家务事。但是问题，你们当时是住在一起吗？没有住在一起，我们是每逢年节假日、哦，那他还敢吃你煮的菜，对不对？嗯，敢啊！我那时候是韩国人家世界，他没有想，可见他这个当山没有多想什么啦，他没有心，他可能率直，对，他很率直，他很率直，只是没有去多一点体贴人的心、嗯。可是我觉得就是说，他只要懒惰，他只要说我什么都不会。嗯，像他擦地板在家，我小时候就曾经比喻他擦地板是这样子，要画的，要画。他说你在写大字，然后我不会、嗯，什么都不会。那我回家跟我先生说，我也不会。那不会呢，该死啊！我要学啊！对，检察官，你那你那个小孩被打的时候，啊，你正好在煮饭，啊，你是火了火把他关掉，先去劝，还是说还是继续煮？我刚开始我会先去劝，到后来我会跟我女儿讲说，你就喊，因为我先生很疼我的小孩，嗯，他的小孩就像他的心中肉，他因为他最孝顺妈父母，然后来就是小孩，他的小孩连被蚊子叮他还要来问我，我女儿为什么脚会被蚊子叮，所以女儿一叫我先生，他牌子一放，谁打我你啊？可是老天也蛮，我觉得就是说人在做天在看的、啊，老天也蛮眷顾我，后来也给我一个儿子啊，我就是儿子比施家小五岁、啊，他有两个、嗯，他有两个儿子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样会比较吗？他会当然会比较啊，他时常啊，像以前啊，那我还怀孕的时候，还是我生施家，我生完之后，那我们也两个就抱着假日啊碰在一起，他就在我面前，小王爷，小王爷、啊，我心在滴血了。那你就不会讲小公主啊，小公主吗？你要跟他讲说这年头生女儿比较。没有，我心里想说没有关系，我女儿以后当王妃就好了。王妃耶？对呀、啊，那时候我还没生儿子的时候，我想说两个女儿去骗进来两个半子，不就等于一个儿子吗？对不对？那我把小孩教好养好。啊，那我的女儿也不会比你差、啊嗯嗯。后来我就把女儿都打扮得干干净净，两个都穿一样的衣服，出去人家像我们全部家族出去玩，人家说，哎呀，第一眼就看到我两个女儿，哇，好可爱的小女生了、啊。那、嗯、我公公婆婆也会，哎，我这媳妇还蛮不错，把小孩打理得还蛮不错、嗯。那我的小孩从很小的时候，
哎，就会识字了，因为我买识字卡。嗯，他说三岁私家，差不多三四岁的时候，他就会看报纸，简单的字他就会。那我公公婆婆就会蛮自傲，说：“哎，虽然生女儿，也没有比人家差。你看我女，我生女儿出来看到那个招牌，还会说宝岛眼镜，还会说新闻哇哇哇。”那你叫小孩子教真好，真好。那后来为什么不往来了？不往来是因为不往来，等一下好不好？来先就不往来，啊，你都我，你都委屈，你都往肚里吞呢。可是我觉得就是说，他有时候是自己的。